厅配套的独立浴室，还有超完美的双人卧房。这是阿布达比阿提哈德航空首创的空中迷你豪宅，奢华度远远超过全球各家航空的头等舱。When you arrive on board, you will be greeted by your butler. Yes, your butler.私人管家和五星主厨替您服务，起床后还能够直接在床上享用早餐，餐餐都有鱼子酱，顶级的享受，价格当然也很惊人。光是从阿布达比飞往伦敦，单程收费就要价$20,000，相当于63万台币。为了抢攻金字塔顶端的客户，各家航空业者浑身解数。阿联酋 A380 头等舱让乘客一扫长途飞行的疲惫。关上了电动推门，享受无人打扰的私人空间，有32寸的液晶荧幕和梳妆镜台，可乐不需要叫空姐，座位旁边轻轻一按，出现专属的小吧台。这还不夸张，飞机上还有水疗淋浴间服务，每位乘客都能够在高空中洗一场长达15分钟的热水澡。从杜拜飞纽约，单程票价约$10,000，大约31万台币。除了空中的奢华体验，大陆也开启了太空旅游，自制研发的飞行器首度亮相，不过体验3至5分钟的失重感就要价200万人民币，大约880万台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